桂宇够到，周桂宇在第三节的防守非常关键呢、啊。哇，这个辩证双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打大老二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憋在后面啊，或者来不及出了、啊。哎，这个犯规，结果鲑鱼执行三分打，哇，是传得非常好啊，去帮助到很多这种空切的机会了、啊。三分线外没有人砍手的周鲑鱼，他出手上紧发条啊，鲑鱼中距离的出手面对篮筐球进。